在房价飞涨的今天，我们仍然能够在万景的好社区买到自有产权的正屋，而且是豪华装修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Priscilla， 我是多伦多地区的地产经理人。在本周的暗盘楼花精选中，我就为大家带来一套这样的豪华正屋的楼花转让。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。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呢，是在 Major McKinsey 和 Warden Kennedy 中间的位置。如果您对这个社区熟悉的话呢，你就知道它是紧贴着Angus Glen Golf Club。Angus Glen 呢是一个国家级的高尔夫球场，那有很多最高级别的赛事呢在这里举行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除了自然环境非常优美呢，也有非常多的大宅，超级大宅，像四五千尺甚至是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大宅呢，分布在周边。它旁边有很多的树林啊、绿地啊、湖泊，所以密度非常的低，自然环境非常的优美。但它并没有牺牲交通的便利性，它来到我们万景的市中心 Highway 7和 Warden 的位置呢，也仅仅是十分钟的车程。那么如果是去购物的话呢，地图这里没有标，但这里呢就已经是16街屋板交界的地方呢，就已经可以来到华人的商超，比如说像 TNT， 所以生活呢是非常的便利，但自然环境呢又非常的优美，非常的宜居。这个地方还有一大特色呢，是说它的学区也是非常的好，在它旁边的这个社区Bursey Village 里面呢，就坐落着我们安省名列前茅的中学 PA Allier Trudeau， 所以呢生活的舒适性这个便利性和好学校，一次过呢三个愿望都能同时得到满足。好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房产本身的情况。开发商是开某，那么开某呢是一个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开发商，还是有非常多的项目来自于这个开发商之手。那我们这一套房产呢是个妥妥的正屋豪宅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效果图 rendering。那这是我们比如说这是一个客厅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些天花板的这些设计。这是模拟的厨房。这套房产呢里面在厨房上呢全都是用的超赞的家电，比如说 Woof 的炉灶和 Sub-Zero 的 Fridge， 这都是在各自品类里面的这个劳斯莱斯。好，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它的这个装修的风格和这个屋内的这个搭配。我们来看一些硬的信息。这套房产呢会是有三个卧室和三个洗手间，叫价呢是不到110万。那之前我在视频里已经说过，对于楼花转让，因为是不可以上 MLS， 没有上到这个公众的这个数据库里面，所以基本上叫价呢是可见即可得。它的尺寸呢是1800多尺，那么对于正屋来讲呢，是一个绝对在中等偏上的这么一个尺寸，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正屋。我觉得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呢，是因为我们在前不久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虽然同样是楼花转让的另外的一套，那么它的这个尺寸呢比我们稍微大一点，是2100尺，也就是说比我们大了大概10%多一些些，但是卖出了成交价在125万，所以按照这样的价格呢，我们的市场价值应该在115万左右，但是我们现在叫价仅仅为110万，这也是我推荐它的一个理由。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这套房产的情况。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房型图吧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1870尺。好，这样可以看比较大一点。比如说我们着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活动空间。那有一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 formal room， 那另一边呢继续还有一个家庭房。就是有两个比较大的活动空间，家庭房这边呢是连接着我们的这个厨房跟餐厅的，就是像早餐区域这个样子。那么再上一层楼呢是我们的这个三间卧室，两间卧室在一边，想共享一个 common 的这个 bathroom， 那另外一边呢是比较大的主人房，然后自带一个卫生间。好，那么这是这一套房产的情况。如果您对这一套房产感兴趣呢，欢迎您火速联系我。如果您在近期有买房的计划，我能够为您度身定做
属于您的热销房源清单，包括这些超具价值的暗盘独家挂牌。下期视频再见。